20多名網民下晝到中聯辦，要求內地政府釋放劉曉波。警方架起兩層天馬戒備，請願人士開咗兩支香檳慶祝劉曉波獲獎。一名企喺中聯辦大站內，距離批網民大約兩米嘅保安員投訴被香檳潑中，警方於是以普通襲擊罪拉咗個開香檳嘅女人，翻西區警署調查。